大家好，我叫韩时宪，今天我要读的书是《我会嫉妒》，来开始读吧。我会嫉妒，嫉妒是一种有点伤心又有点生气，酸溜溜的感觉，威比讨厌这种感觉，但有时他也会嫉妒。当别人画的画比他好时，他好嫉妒。当别人的玩具比他的漂亮时，他好嫉妒。当别人受到关注，他好注关注时，他好嫉妒。当别人手表的表，表现在的现，表现，当别人表现，当别人表现的比他棒时，他总是会嫉妒。每个人都有嫉妒的时候，大象嫉妒威比很身体，威比身体轻，能玩滑梯。小不点嫉妒大胖比他高大，没人敢欺负。没人敢欺负。祝哥哥嫉妒。祝哥哥嫉妒，妈妈总是帮着祝弟弟。就连大人也会嫉妒呢。不过聪明的人可不会把嫉妒一直放在心里。吹气球的时候，如果一直吹，气球就会爆炸。嫉妒的心也一样。如果让他一直变大，就会把快乐挤走，让心爆炸。总是把嫉妒放在心里，会变成一个
谁都不喜欢的人。维比要把嫉妒赶走，要把嫉妒赶走，赶得越远。越好，赶得越远越好。当别人做得好时，真诚的赞扬他，并告诉自己，我可以和他一样棒。当别人得到好东西时，可以和他一样高兴。把嫉妒心变成激励自己做得更好的动力。只要自己很自信，就不会嫉妒别人。我是很棒的威比猪，你嫉妒我吗？下次见，再见。